今天，仿佛整个太阳系都屏住了呼吸，连行星都像按下了暂停键。一场罕见又耐人寻味的宇宙戏码在上演。世界标准时间十月三日凌晨四点，名叫 3I Atlas 的星际彗星擦身飞过火星，从外星深空闯入我们的邻居门口，速度惊人，轨迹干脆。在他这次只进不出的穿越旅程里，这是与任何行星距离最近的一刻。 以此一次唯一且不可复刻的擦肩而过，为此，天文学家们忙了好几个月，排计划、调仪器、分工联动，生怕错过任何一秒的关键数据。可谁也没料到，接下来会这么离奇。无论是 NASA、e、ESA，还是资深的彗星猎手，都被他随后的一连串表现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当这块冰尘混合体静静穿行，划过距火星约两千九百万公里的位置。 火星上空的各路轨道器几乎异口同声地对准它，向观众把镜头拉满。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、火星快车号、Maven，以及衡量气体轨道器全部上线，光谱、成像、粒子、磁场各套仪器一一点亮，等着收割数据。地表这边，毅力号等火星车负责侧耳倾听，通过气压、尘埃、辐射等传感器，捕捉哪怕指甲盖大小的异常波动。 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近距离、近实时,时围观星际访客的机会。数据不是事后回放，而是几乎边看边到手。起初一切风平浪静，读书稳稳的，像教科书上的标准彗星过场。它泛着淡淡的翠绿，带着一圈轻薄的晨雾光晕，拖着朝向太阳的长尾巴，怎么看都像常规操作。对，就是寻常，没有惊喜，也没有剧情反转的苗头。直到下一秒。 所有寻常被打破，像有人突然把调音台上的某个旋钮拧到了最大亮度，先是缓慢爬升，随即猛地飙高，宛如隐藏的开关被“啪”的一声按下，光度曲线直冲上去，挥发迅速膨胀，光通量台的仪器报警，地面与轨道端被迫中途重标定，防止传感器糊片。喷发的不是常见的水蒸气，主要成分竟是二氧化碳和氰化物。 且量级反常偏大，立刻把它与普通彗星活动区分开来。光谱上跳出的现象，点名一样，对应着过去只在模型里跑出来的信号，第一次被真机测到，令人后背发凉又兴奋。在任务控制台前，这更像是某位访客高调敲门，而不是一块冰雪默默路过，气势与姿态都不同寻常。紧接着，极光冒头了。要知道，火星大气稀。 全球磁场又支离破碎，极光本来就不常见，这回偏偏被点亮。在飞掠前后那几个小时，仪器捕捉到火星夜侧突现的紫外波纹，像有人在天幕上轻轻刷了一道刷子，而且亮度过分，远超正常太阳风触发可解释的水平，明显不合常理。数据回溯指向同一个时间点，彗星临近与掠过，因果链条几乎对齐。 就像三 I S Atlas 的尾迹掠过火星的呼吸层，划出一道涟漪，让这颗沉静的星球短暂嗡嗡作响。可真正让人倒吸凉气的变化，几分钟后才登场。有人看见核心边缘像开裂，亮点一粒粒剥落，碎片开始成批脱离母体。高轨相机拍下它们带着反光，呈螺旋下沉与盘旋漂移，不像随便掉落，更像有节奏的散开。 这些碎片没有按常见的弹道弧线走，而是扭扭绕绕、环环相扣，拼出前所未见的几何花样。有人称之为螺旋脱落，也有人更谨慎，说是协调漂移。用词小心，却掩不住困惑。最敏感的词，没人愿意先说出口。引导，那意味着背后可能存在非自然的力量。与此同时，衡量气体轨道气爆来第二个异常：火星高空的甲烷浓,浓度突然拉升，幅度醒目。 甲烷在火星上本就神出鬼没，常常短促暴涨又立刻消散，让研究者追了几十年仍抓不稳尾巴。这回不同，信号强，持续时间清晰，且与彗星掠过的时刻几乎一条线上，巧合到难以忽略。问题随之而来：三 I S 是不是撒下了某种一种兵力，进而触发化学释放？还是说它的辐射与带电尾巴敲醒了地表之下本就潜伏的甲烷囊,囊？ 没人能立刻下定论，但所有人都看见了关键点，时机吻合的近乎挑衅，它太刚刚好，好到让人不敢当做噪音处理。接着，最刺耳也最诡异的一幕来了，一个节律信号闯进了数据流。起初，它若隐若现，被底噪压着，每隔约二十二秒冒出一下低沉的嗡声，像心跳又像呼吸。工程师第一反应是干扰、地磁、仪器串频，先排除故障再说。 可几分钟后，火星快车号从完全不同角度记录到同样的节律，图像与信号对拍合上了。两条独立链路，两套不同仪器，却同步爆出一致的脉冲，概率小到让人起鸡皮疙瘩。这一小时里，任务日志上不断重复同一句话：信号在节律稳，强度仍偏低，谈不上信息编码，更像环境脉动。可它又不像随机噪音，规律性太明显。 逼着人继续盯他，官方给出谨慎表述：等离子体相互作用，先挂个自然现象的标签稳住局面。解释是，彗星带电尾巴扫过火星局部磁刻，触发自然共振，属于可以建模但很少遇见的特例。可控制室里私语声渐起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这事没那么简单。一句压低的追问绕不开：万一它不是自然源？地面上民间天文爱好者也有发现。 长时间曝光里冒出更多不同寻常。照片显示，彗星亮度抬升不止一点点，整片绿意更浓，像是有人给它加了滤镜。按常理，这种绿多来自被阳光激发的双原子碳，可在火星飞掠后亮度近乎翻倍，好像它吃了什么，再以更热、更亮、更反常的方式发光。猜想如潮水般涌起，论坛、台站群、邮件列表热到发烫。 有人猜它带着一批星际有机分子，与火星稀薄大气发生了化学碰杯；也有人盯上那组螺旋碎片，提出这暗示内部存在异常磁场组织，而这对彗星来说并不常见。最大胆的一派更直球，脉冲与碎片的几何感更像人造指纹而非自然噪点。对此，NASA 与 ESA、ER、一再强调要守住科学证据，对外口径依然克制。提到异常化学。 突发排气与未建模等离子效应，谨慎不下定论，可私下查些时，问题就尖锐多了，讨论的范围也更大胆。一句话点中要害：我们看见的真实彗星，还是披着彗星外衣的别的东西？会不会是一件装扮成尘埃与冰的器物，正从我们的星庭匆匆穿行？对于火星探测器而言，这次遭遇几乎无声，却在各类读数上清清楚楚。 毅力号的天空相机抓到头顶那缕微光，帧与帧之间亮度变化一致。好奇号的辐射剂也报微爆，带电粒子短促上挑，像被轻轻敲了一下。就连长期沉寂的 Inside 地震仪，也在后台留下一串异常电磁噪声。时间点与飞掠对上了，看上去火星上的每一台机器都打了个喷嚏，像是在同一瞬间感知到访客呼出的那口气。如今。 目光都盯着接下来的剧情。三 Atlas 继续向内冲，将在十月二十九日抵达近日点。真正的考验在那里？既然他在火星旁边就花火不断，那进了内太阳系这口大熔炉，会不会表演更离谱？一种可能是它会猛然瓦解，把外星尘埃撒进太阳风，形成一场壮观但短命的烟火；也可能它扛住炙烤，保持整体。 等十二月靠近地球轨道时，绿光更盛，抬头可见。两种走向都让人心跳加速，兴奋与担心并存，科学与风险同来。如果是前者，它会安全谢幕，给我们留下一堆宝贵数据和一缕宇宙灰；若是后者，较大的碎片可能滞留内侧，与火星轨道交织，甚至在未来几年里与地球轨道产生几何交汇，需要严密监测。最让人发凉的那条猜想是。 这一切并非偶然，而是有意为之。脉冲的节律、碎片的几何、甲烷的时点，每一项单看可解释，合在一起就像设计感跃然纸上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三艾尔斯就不是路过的游客，而是携带任务的来者。更精确地说，它像一次探测投放，在试探，在标记。而昨晚那次掠过，更像正式上演前的彩排，检验流程与反应。设身处地想一想。 你站在火星上，天空被绿光涂抹，不该有的极光在地平线抖动，碎片像受控小卫星环绕，而稀薄空气随无形脉冲轻颤。无论是火星上的机器，还是地球上的我们，都像被掀开了一角幕布，瞥见了写在星空边上的秘密，短暂却刻骨。现在各大天文台几乎全员对焦，把它列为头号目标。韦伯则等着过了太阳和下的遮挡期再上手。 力求拿下最干净的近红外指纹，地面射电阵列持续开机，捕捉任何非常规的无线电泄流与短促突发。公民科学家们也没闲着，贡献海量帧，一起绘制它的亮度曲线与突发风。自奥默默惊鸿一瞥后，还没见过这么大规模跨机构的迅速动员，但这回又与以往不同，性质不太一样。奥默默像个影子，沉默又匆忙。 研究者刚起步，他就已远去。鲍里索夫倒是规规矩矩，像典型天然彗星。而三艾弗斯的表现一路出格，他挑了不该亮的时段暴增亮度，让模型措手不及。他碎的不散，偏要盘成螺旋，像在画图。他对着火星打出一串有规律的嗡嗡脉冲，频率稳，重复高。他从旁边掠过，甲烷就跟着冒头。时间对表的异常干脆。 它在黑空里发出更深的绿，肉眼不可见的波段也同步抬升，所以与其说它是物件，不如说它像一本正翻到关键章节的书。我们才刚刚读到序言，后面的页码还长得很。接下来的几周会定调，决定它是奇观、警示还是新物理的开端。若它扛过近日点，下一幕可能在地球轨道附近拉开，观测机会大，风险评估也要同步升级。若它撑不住， 在高温下解体，那满天碎片仍会继承那套外来化学，把谜团拆成无数小份，飘得到处都是。不管走向如何，有一件事已成定论：昨夜之后，火星像被划了一道记号，留在物理层面，也留在人类记录里。原本难以出现的极光被硬生生点亮，不该同时暴涨的甲烷，偏偏在那个点上抬头。按理应当沉默的背景里，却浮出有节律的脉搏。 所以，将来回望二零二五年十月三日，人们恐怕不会把它当做普通的彗星擦身一笔带过，更可能被记住的是，那一晚我们明白了，星际访客并不都是沉默行者。有时候，他们从行星旁飘过，丢下的问题成堆，答案反倒稀缺。有时候，宇宙像敲门一样，按着节拍提醒我们：“你们在吗？你们会不会倾听？”若三 ILLAS 的内涵远超外表，那昨晚绝不是句号。 它更像是一段开场秀，刚刚拉了序幕，跨越星海的大戏，第一乐章已经奏响，主旋律还在后头。问题只剩一个：我们是在台下鼓掌，还是早已被写进剧情里？因为很清楚的一点是，昨夜火星并不孤单，而我们也从来不是。